感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。不放油吗？等会要放油，等会要放油啊，还没有放盐吗？还没有，这个皮我还没有烫好，怎么去放油放盐嘞？还没有放盐啊，要先放油再放盐，然后这样子才好吃的。会说苗话吗？这是苗族呀，家们，我们就是苗族人啊，对，湖南老乡，湖南的苗族人啊。你们敢不敢吃辣椒呀？你们敢不敢吃辣椒？皮先要放油啊，看着都辣呀。这个辣椒不辣，这个辣椒它不辣，家们。好，先放油啊，不敢吃辣椒呀。对，这个辣椒的话，它有点甜，对，它是有点甜。这个辣椒不辣，我还没尝到很辣的嘞。对，这个辣椒不辣的，感谢关注啊！现在我们要放油了。怎么天天炒辣椒？因为喜欢吃嘛，喜欢吃就天天吃嘛。现在我们放油去炒辣椒来了，油还没有放，还没有熟，刚刚炒的是半生半熟。现在我们开始放油去炒啊！后面的背景是真的吗？后面都是我们的苗寨，我们的村庄啊。你们所看的这个身后的话，都是我们的村庄，都是我们的苗寨。今天有米粉吗？没有。主播炒了几个菜？才炒了一个菜，家们，才刚开始做饭。我们才刚开始做中饭嘞。哎呀，每天12:30做中饭啊。好好的菜为什么要放辣椒？因为喜欢吃辣椒呀。你们不喜欢吃辣椒，你们理解不过来啊。像有些地方他炒菜椒他要放糖，我们感觉也我们也理解不过来，好好的菜为什么要放糖呀，对不对？来，欢迎大家啊，我们不忙的话帮主播点点赞好不好，家们，点点屏幕点点赞好吗？每个人帮主播点20到30个赞好不好，动动你们发财的手指，帮忙把赞赞点一点啊，就这样子点屏幕，1234567890啊，每个人点20到30个赞哦，欢迎大家有时间有机会来我们乡下来做客啊！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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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击点点双击不要停，点这样子点，这样子一口气点不要停，它一下就喷出来了，一下的话，它的那个人气爆腾，人气那个点赞就爆腾。好了，为什么要把你点赞？要为什么要帮你点赞？因为你有时间有你。因为你有时间有机会有时候会来我家吃饭，所以你要给我点点赞，你不给我点赞，下次你来了我不煮你的饭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本来点赞就不需要你花钱，你来我家吃饭也不需要你花钱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对不对？帮人帮自己，助人为乐嘛，你不觉得有时候帮别人做件事情，你不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吗？对不对？主要是说不要花米的情况下都很开心嘛，对吧？然后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不花米的情况下你都不想去干的话，那就那个人问题啊，那就是个人问题啦。好啦，好，下锅啦。现在我要下锅了，油拿了就下锅了，给我点了100赞，把赞赞冲到20万，我们一起帮忙把赞赞点到20万，我要放那个大蒜，什么产品还有没有？小黄车没有上的产品目前都没有卖啊，统一回复一下哦，因为飘屏太快了，我们只能统一回复啊，小黄车没有上的就是目前没卖。适合大众口味，这辣椒不辣。我还有爆辣的还没有炒，等会要炒爆辣的菜。今天炒2个辣椒，等会有个是超级辣的。放盐啊，虎皮辣椒，对，这个是虎皮大肚辣椒，放一点点盐啊。
一口气给我点了200多张，谢谢啊！下次你来我家了，我给你炒肉啊。48小时之内发货，酥皮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好了，我们要出锅了。刚才小黄车的所有产品都是活动价啊，有喜欢可以去拍啊。准备出锅，一打把油，好的，一打油，好了，出锅啊。买了我觉得米粉跟蜂蜜都很好，是吧？哦，好嘞好嘞，谢谢你们的，感谢你们的认可啊，谢谢。不放调料吗？不放。哎，姐有蜂蜜吗？有蜂蜜啊，这段时间有蜂蜜啊，这段时间是蜂蜜大丰收了啊。秒蜂蜜吗？蜂蜜在小黄车一号链接加门啊，没有上活动，没有秒蜂蜜加门啊，在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是我们这个大仓里面的土蜂蜜哦。你们有多少朋友想要蜂蜜的呀？上次买来我家的蜂蜜的，你们要回购了，有多少朋友要回购的呀？想要蜂蜜的朋友来，想要蜂蜜的，要回购的，你们扣个一出来吧，扣个一，扣个一啊！我今天开播福利还没有上，我们摇播蜂蜜是不是啊？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想要，你们扣个一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想要这个蜂蜜的，蜂蜜是刚刚采取的蜜啊。好，那拿出来吧。我拿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好，先拿。我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蜜好不好？一年一哥的牧童百花冬蜜啊，这个蜜是我们大山里面的土蜂蜜。来，我打开给你们看啊。我们这个蜜的话特别好，没有味糖，没有炖糖，没有炖水啊，真正的土蜂蜜。我给你们先看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我要给你们秒活动了，你们不要着急买，在小黄车一号链接还没有上活动价，不要着急拍啊，你们先看这个蜜好不好。我们这个蜜的话呢，是由小蜜蜂它在山上它是吃花朵长大的，家们啊，不是靠人工去喂养的，它是吃花朵长大的，所以这个蜜的话呢，它的浓度特别好，营养特别好啊，没有任何的添加。我们这个蜂蜜的话呢，一年只割一次啊，这个是这段时间才割的蜜，这个蜜的话呢叫做冬蜜啊，百花冬蜜。日常价我们这款土蜂蜜的话呢，卖的是100多块钱一斤的啊。你们在外面去买这个蜜的话，都是在180-200米左右的，家们。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给大家来一点活动价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欢迎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。今天来到我直播间啊，我们这个蜜来，平常卖100多块钱的，平常我们做活动的话呢，也是89块钱一斤的活动价啊。那么今天。不要100多，今天我也不给大家秒89，好不好？今天上福利品，今天开播福利，这个土蜂蜜我给大家秒69.9块一斤，给大家包邮啊，一斤起拍，一斤包邮，让大家都尝一下我们这个大山里面的土蜂蜜，好不好？天气冷了，多喝点蜂蜜，身体特别好，家们啊！要是大家愿意给我点个关注的朋友们，成为我的粉丝，愿意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的，那么来，我们上一个新人福利价，再给大家降10米，来，我们上一波来59.9块，给大家上个60单啊！今天蜂蜜只有这一波啊，你们自己平手速，福利价只有这一波，上架60单，59.9块。来，上好了，只有60单，一号车去拍。我家蜂蜜好好呀，是吧？反馈好好，是不是？来，上好了。感谢你们的真诚反馈，家们啊，感谢你们真诚反馈。来，小黄车都已经上架了啊，买到手的都是这样子的蜜，家们。我这个蜜开始结晶了啊，因为这边温度低，它开始结晶了，家们啊。喜欢的自己去拍一单啊。有喝过我家蜜的朋友，觉得是好蜂蜜的，帮打个好蜜，好不好？觉得是好蜜，帮打个好蜜啊。这个蜜的话，我相信有很多粉丝朋友都买过家蜜的，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，我都会给大家上很多这种土蜜啊，这种冬蜜，家们啊，营养特别好。
这个蜜没有味糖，没有味水，放心的去购买啊。没味糖，没味水，买到家不放心，随便去检测，里面有糖有水，有不喜欢不满意的退回来有运费险，蜂蜜有运费险。如果说你只买一斤的话，你可以试喝，满意再留下，不满意倒出来申请退款。我们这个蜂蜜的话就有这个承诺啊，买一斤送个小竹勺，买两斤送两个小竹勺啊。对，你那边100多块钱一斤，是的。这个蜜的话，你们去哪里买都是100多的加盟。如果说不是这两年戴口罩的话，我们这个蜜的话，我给你们秒的价，这个价格也给你们秒不了的，知道吧？也给你们秒不了的啊。因为这两年戴口罩，然后我们乡下的蜂蜜又在大丰收，然后呢，这个蜂蜜的话呢，没有大老板来收购啊，都是靠我们当地人自产自销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秒这个价格的话，就会很划算啊。这个是给我的粉丝福利品，宠粉福利啊。就这样子，家人们啊，喜欢的自己去拍啊。小黄车的1号连接啊，拍完不再上了。哪里的？湖南的，湖南的啊，拍到的朋友打个已拍，我给大家加急发货啊。没有白糖，我们这边养蜜不需要喂白糖，用喂白糖来养蜜你就亏本了，家人们。这个蜜的话是在山上散养的啊，不没有喂什么东西的，你们可以去检测的啊。哎，没有了是吧？哦，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哦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哦，拍完活动价了，恢复日常价了，已经抢完了，家们啊，算了好吧，抢完了，体验价不能再上了，因为这个是福利品啊，每一场开播只能上一点点。但是这个蜜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啊要播两场，但是这个蜜的话呢，我们只上一波啊，只能上一波福利品，所以晚上也不会有蜜的卖的，家们啊，我们是哪个是棘手市啊？再上一点点蜜啊，我也没有抢到，今天要回购。有多少朋友没有拍到的家们，有多少是老顾客来到我直播间要回购蜂蜜的没有抢到的，来扣波一吧。老顾客没有拍到的扣波一，来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没有拍到啊，来扣波一，来扣波一，来没有看不要占库存，今天蜂蜜只有一波，只能秒一波，你们不要占库存啊，没有看好不要占库存，我们这个蜜是货真价实的，没有喂糖没有喂水的啊，日常价卖100多的，今天活动价只要59.9块，哎呦。还有这么多老顾客没有拍到呀，好多老顾客没有拍到哎。好，那我再上一点点家们啊，没有抢到活动价的，来我们再加一点点，还有4500个朋友，再上40单，没有拍到我再秒个40单啊，自己准备手速，只能秒40单了，家们不能再秒，这个是福利价不能再秒了啊，我们这个蜜有，但是我不能再上那么多了，只能再上40单，活动价上架。来最后40单上好了，一号车去拍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再给你们看一下，体验价最后40单上好了，1号车去拍。相信主播的，你买单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家们啊，我们常年直播，常年在抖音啊，抖音平台的不好的产品，我不会推荐给你们。这个是我给粉丝的福利品，然后懂的朋友、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拍单啊。反正我这个人也不怎么会讲，我们这个蜜的话呢，是经得起检测的，经得起考验的，经得起试喝的。你买到家你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有运费险，你买到家你买一斤的话你可以试喝，不满意你倒出来，让你先买喝满意再说啊。你去哪里买蜜没有说让你试喝的，我们家有啊，来自己去拍小黄车啊，自己捡个漏啊，老顾客们来自己捡个漏啊，新朋友的话你们也可以是买一单先尝一下口味，因为这段时间是蜂蜜季节，然后呢买的好的话下次我又有活动的时候下次你们还可以再来拍啊，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每天还能给你们秒这个价格，但是这个蜜的话呢，你们花100多米来买的话呢，可以说100多米的话呢还多，因为蜂蜜季节啊，蜂蜜大丰收季节，你只要舍得米，100多米，你来我直播间的话，替我橱窗去下单，很多啊，还有6单啊，就剩不了很多。体验价还有最后6单没有了。好，拍到的我们最后6单，只有6单了。嗯，48小时之内发货啊，48小时之内货发货。主播，你天天卖哪有那么多蜂蜜？我是天天卖，但是我一天就卖个5-6分钟，你看到我一天卖到晚吗？如果说我一天给你们上到晚的话，我一天我的以后的福利都不要上都没有了，一天给你们来一点福利品，让你们来到我直播间有点收获，让你们喜欢来我直播间，这个就是我的福利品啊，大家经常关注我支持我，好不容易等到冬天，好不容易等到冬蜜，那我是不是也要给你们意思一点，是不是啊，你们长期支持我啊，每天上车才3-4分钟5分钟6分钟下车的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多，秒不了这么多啊，
这个蜂蜜不是一家人的，也不是两家人，也不是一个村寨，也不是两个村寨，这个是我们湖南大沙的有的蜂蜜的地方收集在一起的，家们啊，不是一家两家的蜜啊，光是一家里哪有那么多的蜜啊。来，我给你们泡一杯看一下，家们啊，我给你们泡一杯看一下啊，买不买没有关系啊，买不买没有关系，这个是福利品啊，买不买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好吧，买不买没有关系的啊。来来，我们泡一杯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蜜橙很好喝，一直都在我家回购，是不是啊？懂了的自然懂啊，喝过朋友的话真的囤了好多货了。来，我们这样子泡一杯啊，泡温开水，家们啊，泡温开水，不要泡那个冷，不要泡那个开水，因为它营养特别好，你泡开水的话它容易把它营养流失啊。这小蜜蜂来了，有好多小蜜蜂，小蜜蜂来了，因为周边都是蜂桶，我做好饭带你们去看蜂桶，我还没有做好饭，周边全部是蜂桶养蜂蜜的，所以的话闻到香味小蜜蜂就来了，现在天气冷它不怎么出来，不然好多好多蜜我都不好给你们展示了啊。香肠有吗？腊肉有没有？腊肉做好饭上啊，还没有做好饭。哦，没哦，没有了是吧？拍完了。哦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家们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了，没有了，我还在讲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过了，你把它过了吧。好，把它过了，把它。一瓶有多少啊？买了八斤是吧？好的，囤点货。这个蜜的话，就是小孩子呀、老人家，有时候冬天来老是感冒，抵抗力比较差的，多喝点蜜对身体特别好啊。冬天就是喝蜜季节。喝蜜的时候可以放在柠檬干柠檬片，好好的啊，喝起来酸酸甜甜，放在柠檬片啊，反正是我一般是这样子直接泡来喝的，家们啊。还有没有呀？感谢关注啊，今天拍完了，家们今天拍完了，福利价上完了，蜜有但是福利价上完，要不我就给你们，要不我恢复日常价你们再拍吧，好吧，这个福利价我上不了了，家们，要不就给你们恢复日常价吧，这段时间蜜很多啊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活动了，开播福利上完了，拿走吧。来，我们喝一杯啊！哎呀，我都好渴了。你买两百多是刚刚是没有做活动的时候买的。福利吧，没有福利价了，这样子吧，没有还是没有拍到我们家这个蜜的朋友啊，今天名额上完了，蜜还有，福利价名额上完了，我不能再加福利品啊。没有拍到的，来把库存清理一下，我们解个漏吧，解个漏来，解个漏的话恢复日常价了，就不管了，我们就炒菜了。来贴一波库存啊！哎，我的。来踢一波库存，最后二十单啊，清理库存，最后二十单，来刷新去拍，算好了，最后二十单。哎呀，喝蜜一口干。来，小黄车一号连接，还有二十单是吧？还有二十单，还有二十单啊，去拍吧，还有二十单，我炒菜了，还有二十单，去拍吧。来，查快递，叫客服给你们查一下快递啊。查快递，叫你们客服给你们查，买到家不喜欢不满意退回来有运费险，你买到家之后啊，如果说你买了一斤，你买到你先你可以试喝，你先试喝不满意，你觉得没有这么好，你不喜欢你倒出来联系客服申请退款，我们蜂蜜可以试喝，所有产品不能试吃试喝，蜂蜜可以有，蜂蜜有这一项试吃试喝啊，主要是说想把我们这个大商产品推荐给大家，让大家买来好的，给我们多多推广一下，家们啊！来，没有付款的朋友来，我们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去付款，蜂蜜今天就过了啊，就下了。来，我们炒菜了，炒菜，小蜜蜂来了，炒菜炒菜，做饭来了啊，我做饭了啊，做饭了做饭了。蜂蜜什么时候会结晶啊？零下啊，零下的话，它温度低的话，它会自然结晶。蜂蜜非常好喝啊，拍两瓶加几号，48小时之内发货。腊肉香肠都还没有安排，家们，腊肉香肠要晚点给你们安排，我都还没有安排啊，腊肉香肠还没有安排。来，我们先这样子来炒菜，下个菜的话呢，我就要炒爆炒辣爆辣辣椒了啊，我要炒爆辣的了啊。感谢关注啊，谢谢，欢迎新进来的所有家们，那现在我就先做饭了啊，你们没有付款自己去付款，不要占库存啊。然后我们先做饭了，小黄车没有剩的产品目前没卖啊，统一的回复一下，腊肉做好饭卖啊。晚点安排腊肉香肠，晚点安排，先炒几个菜，中午要炒好多菜，家们，来炒药，中午要炒好多菜。
几个人吃饭，中午的话有十多个人吃饭。有时候不喜欢别人，就喜欢看我直播刷。家人们，我再给你们讲一下，有时候朋友说我没有回复大家，有时候飘屏太快了，有时候我看屏幕不知道先回答哪个，到最后我一个人都没有回答到啊。有时候没有回答到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，家人们啊。商品问题我们可以，我做饭的时候你们问我商品问题，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在线客服啊。上在小黄车的所有产品都是活动价，没有上车的就是目前没卖啊，目前没有卖。我这这么多人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亲戚，有很多亲戚来在我家吃饭，我大伯他们一家，还有我叔他们啊。但是晚上没有人来我家吃饭，晚上炒的少一点点，就是中午炒的多一点点啊。到时候到货很好用，谢谢。这么冷的天，我穿那么少不冷吗？我看里面穿了很多了，穿了两件加绒的衣服，所以就不冷。今天不怎么起风，你们没发现今天不怎么起风吗？今天不刮风，家们，只要不刮风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么冷，刮风的话就好冷啊。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做？一个人做就够了，你要几个人做饭呀？做个饭要几个人做呀，家们？是不是啊？做个饭的话，一个人做就够了。炒这个茄子。有时候你不知道炒什么菜的时候，多炒点辣椒，多炒辣椒是没有错的啊。多搞点辣椒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辣椒的话它比较精湿，比较下饭。晚饭还早呀，做中饭，晚饭是还早，晚上是8点钟才吃饭，中饭3点钟，早饭的话10点到11点钟之前，10点之后11点钟之前吃饭，中早饭啊，一日三餐大米饭，一日三餐都要吃这个辣椒。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辣椒吃不下饭，不管你多好的菜，没辣椒就不没了，没有辣椒的话就吃不了饭啊，没有胃口，没开胃，就这样子的啊。换个茄子，对，换个口味，要搞个茄子炒。算了，这样子容易熟一点，来烫一下皮，把茄子烫一下下。这茄子的话还可以烤来吃，好好吃耶，还可以烤着吃啊。今天有肉没有？有肉还没有安排，晚点再上吧，家们，来不及上了，晚点再上吧，产品晚点再卖嘛，先把饭做了。产品反正你不卖还在家里面嘛，对不对？等会超时间吃饭了啊，等会人家等我。早炒菜三点钟吃饭，我今天要炒6个菜，不放油，等会要放油啊，哎，一会儿要放油，上米粉吗？没有米粉了。这个辣椒的话，有点辣啊。辣椒是什么品种我也不知道，什么品种，没有什么品种的，自家留的辣椒，辣椒籽。这个是大棚辣椒，这个辣椒必须在棚子里面生存，不然它太冷了，那这个辣椒的话长不来。没有米粉的朋友上米粉，没有米粉的呀，都说刚刚说了没有米粉了啊。小黄车没有剩的产品目前没有卖哦。这个是茄子辣椒啊，你们下次试一下，这个菜很好吃的，试一下。我现在要放油来了，出锅。还没有炒好，这个菜的话等会炒好的时候还蛮好看的，知道吧，很入味的，只是我还没有炒好，
把它切小的，容易熟呀。切的没那么好吃。它是要切要这样子纯，这样子手工就把它搓烂，这样子的话吃起来又感觉又不一样。为什么不炒？要放油呀，油还没有放呀。第一次是抽干水分，把水分抽干的时候再放油，这样子炒菜才好吃呀。你一来就放油的话，那个辣椒里面又有水分，茄子里面又有水分，混合在一起炒这个菜的话呢，就不那么好香，不那么好吃了，所以要分开炒。然后现在我们才放油，因为这个油是生的，所以不能直接倒油在菜上面，要先把油热一热，然后再放菜哦。我们这个油是菜籽油啊。先放油了，现在我要开始炒了。这个水的话是山泉水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家们啊，山泉水，感谢关注啊，谢谢。腊肉有点咸是吧？要切片过水啊，莲。我是湖南哪里的？湖南凤凰啊，湖南凤凰的。感谢送的灯牌，谢谢。十几个人才炒六个菜，所以的话我们要多炒辣椒嘛，不是？如果说你炒辣椒炒少的话不够吃嘛，辣椒比较下饭嘛，所以就多炒点辣椒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等会儿再炒点肉啊。肉肯定要炒点肉，每天都是要炒辣椒的。千古苗寨不是，我们是湖南的苗族啊。感谢关注啊，谢谢家们的支持，欢迎所有家们啊。我们今天点赞点多少赞了？今天我们点赞点了13000多，哎，是不是？13万多赞啊！我们不忙的话，一起帮忙把赞赞冲到20万，好不好？不忙的话，一起帮忙把赞赞点到20万啊！感谢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。现在我要开始炒这个辣椒茄子。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就好看？为什么我穿这个衣服你就说我这个衣服好看呀？我穿别的衣服就不好看啦？这个不是为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我问你呀。不是你们问我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，家们。我觉得我人长得不好看，穿什么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那样子的。我们不背衣服，脸太大了，不背衣服穿什么都不好看。我们骨架太大了啊，火太小了是吧？火不小，家们啊，火不小啊，没有笋子，没有上笋子，家们现在不卖笋子，我都说了，现在不卖什么啊？现在小黄车没有上，就是目前没卖，家们先把菜做一做，等会再上啊。先把菜做了，家们，我现在菜还没有炒好，炒好一个菜，炒好菜再说，还没有炒好菜啊。产品等会我们炒好菜，等会再卖啊。我们小黄车上几款产品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，好吗？茄子，有一点点辣，茄子要把它弄碎，把它搞碎啊。到底还是什么分子到底了？那个你看，我看你那海干，你那个海带，海水。要把茄子、辣椒融合到一起炒，香呀，香辣香辣，喜欢就感觉香。我要放盐来了啊，刀有吗？没有上刀啊。了解产品，点入小黄车看一下好吗？你看，天天都吃大辣椒，对，天天吃辣椒呀，没有一天不吃辣椒的，家们，从小到大天天吃辣椒，我们是吃辣椒长大的。把弄烂才香啊，搞烂才香。主播是哪里人？湖南人，家们，
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村庄呀？我们在湖南大山啊，我们这边房子的话呢，全部在山头上，我们在半山坡啊，比较偏僻。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面，这边的话呢，每天吃的话呢，都是自家种的菜啊，家里面有什么菜，咱们就吃什么菜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喜欢吃辣椒，除了喜欢吃辣椒的话呢，还喜欢吃肉啊。我们这边喜欢吃的是猪肉。我们这边特产的话是辣味，我们这边做辣味做得很出名啊。我们这边的经济来源的话呢，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农村的话是有田有地啊，种了大米，种了点菜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经济收入的话呢，就靠养殖，有时候你可以养点猪呀，养点鸡呀，养点鸭啊，换点牲口费啊。每家每户都养这些，还有养一些蜂蜜啊，这些啊，就这样子一个经济来源啊。有一句话叫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对不对？山有山就有菜，有水就有鱼，所以的话呢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过来的啊。有啥吃啥，在山上可以三年不出山，可以辈子不出山啊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深苗地区，在以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深苗地区，是与外界是无法去交流的啊，现在就可以交流了。因为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都读书了，读书的话就会说普通话了，所以就能跟你们去交流啊。以前这边人的话呢，就是与外界是交流不了的，语言不通嘛，所以以前的话呢，在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汉族苗族不通婚啊，因为语言上的阻碍，还有就是那个路程太遥远，现在就没有这一项了啊。现在的话呢，在我这边的话就是呢，苗汉一家亲，苗族汉族都是一家人啊，中国一条心，就这样子的啊。这就是苗汉一家亲啊，不分苗族与汉族啊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出锅了，家们啊，炒菜的时刻我们只能统一的回复你们问题的，因为飘屏太快了啊，一个个回复的话呢，我回答不过来，所以的话呢，炒菜的时间我们统一的回复大家哦。来，这个菜炒好了，就这样子的，家们啊，这个是茄子炒辣椒，这个菜很入味的，这就是比较辣，我们就喜欢吃辣的嘛。你看，茄子炒辣椒就这样子的啊。你在哪里做饭？我在家门口做饭啊，从来不回复，我也没有不回复艾丽，我一直嘴巴一直都在讲话，不是不讲话啊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说，有时候也多多理解一下。如果说这个主播做饭一直都不说话的话，证明这个主播不礼貌不理人，他都不说话，但是这个主播嘴巴都没有停过，那就是没有不理你们。我一直都在讲话，是跟谁讲话？是跟你们讲话，在跟你们说话啊。所以有时候没有回复到，多多理解一下。了解产品的话呢，我们点入小黄车去看一下，如果说小黄车里面没有剩的产品，就是目前没有卖啊，就这样子的。来，可以出锅了啊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吧，我在家门口做饭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家啊，看一下我家啊，小黄车没有上，目前没有啊，再统一回复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一个个产品问我的时候，我回答不过来啊。小黄车没有上的，目前没卖哦，看没有？放盐了，放过盐了，家们，放过盐了啊。来到屋里面去了啊，竹笋要晚点安排去了啊，笋子要晚点安排。这个就是我家了，家们，这个就是我家啊，到屋里面去吧，到屋里面去吧。腊肉说到货炒了我干很好吃是吧？给我点个免费的好评啊！我们家熏了好多肉啊，我们家的经济收入的话呢，就是靠卖腊肉。卖腊肉就是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啊。刚刚我还没有炒好菜，所以我还没有给大家上肉啊。哎呀，盖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辣味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辣味，来，辣味腊肉跟香肠啊，买来香肠好吃再回购，好的。来，家们啊，你们有多少朋友要被年货的，家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辣味的香肠腊肉的？今天下炕的有香肠啊，有麻辣，有原味，两个口味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呢，我给大家就是秒一波香肠，我要炒个辣香肠，我给你们秒一波香肠啊。一般我炒到什么菜，我家里面有的，我就会给你们上啊。然后你们扣个一吧，你们扣个一吧，好吧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想要，扣个一啊。
有喜欢，等会我上活动你就去买。如果说没有你想要的，没有关系的啊，你可以了解一下，没有关系的，家人们啊，没有强买强卖。如果说是你喜欢的话，你在哪里也要买，对不对？完，然后我们家这个些辣味的话，又是自家做的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，身体特别好，没有任何添加剂的辣味啊。如果说你有需要，我有的话，你相信我的，你可以买一单啊。要尝一下，你可以买一单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，等会再上，等会再拍，还没有上活动啊。这个辣香肠日常价是卖78块钱一斤的，家们，因为我们家这个香肠呀，全部是缠肉罐的啊，全部是缠肉，一点淀粉都没有放，一点面粉都没有放啊。大家扣个一，一个一的话就是代表一个库存，我才知道你们有多少朋友喜欢。等会我好给你们秒，好不好？根据人数来给你们秒活动啊。这款香肠的话，它的外面是猪肠子，外面是肠衣，里面的肉质的话呢，是我们当地土猪肉啊。当地的跑山猪养了一年的时间，那个猪肉里面的前腿肉灌的香肠，里面是前腿肉啊。来，我掰开给你们看一下肉质好不好。这款香肠不放任何的添加剂的，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啊。你们买到家，不管是小孩子、老人家、孕妇都是可以吃的。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麻辣，一个是原味的。我们家这款香肠不是猛熏的，它没有臭烟熏味啊。我们家这款香肠是边熏边晾干，它的肉质特别的紧，因为它慢慢的晾干，慢慢的熏干的啊，所以这个香肠适合大众口味。我们家这款香肠卖的特别好，在抖音卖了4年了啊，带货口碑特别好。来，我给大家先秒一波活动价吧。这款香肠我们日常价卖的是78块钱一斤的，今天来到我直播间不要78啊，今天我给大家秒68块钱一斤，给大家包邮好不好？一斤起拍，一斤包邮啊，让大家尝一下口味好不好？如果说你不嫌弃主播的，你愿意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的，今天上一波开播体验价，再给大家降10米啊，一个新人福利价。来，我们今天上架58，给大家秒个50单啊，这个价格的我们只能上50单，想要的我们自己凭手速去拍啊。来上架吧，来上好了，体验价只有50单。我的昨天晚上大的货，煎鸡炒了真的好吃，是不是阿莲啊？来上好吃的家人们啊，喜欢的自己去拍啊。缠肉做的香肠，我这个是原味的，原味就是没有放辣椒，能吃辣椒买麻辣，麻辣有一点点辣啊，小孩子就吃原味的吧，这个就是原味的，家人们，全部是肉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任何面粉啊，因为这个肉的话是新鲜肉罐的，一熏好一干的时候就给你们发货的，所以它的肉的话你这样子看起来是通红的颜色，看没有，很新鲜啊，一熏好就给大家发货的辣味，没有存货啊。这款是我煮过的香肠，有喜欢的自己去拍吧。小黄车的1号链接啊，买一斤的话有2根多到3根左右啊，货到了好吃，是不是啊？感谢你们的真诚反馈啊。盐味香肠放什么调料呀？原味香肠的话，我们的香肠放了盐，还放了一点我们大山里面自己秘制的调料啊。还有10单啊，体验价还有10单，只有10单了是吧？只有10单哦，只有10单了啊，好好吃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去炒香肠了，家们啊，去炒香肠了。现在没有多久就要过年了，有好多地方都不能发货了，所以说能发货的地区你们可以备年货了啊，趁着现在还能发货可以备年货了，因为这些是土猪肉。然后呢，它的价格越到后面它越会涨，它不会再跌，所以要备年货可以备年货啊。开个一斤装是吧，待会给你看一下一斤装忘记放哪里的，家们啊，买一斤的话就这样子长根的，2根半到3根左右。你们所看的这个身后是麻辣的口味的香肠，麻辣颜色会有点红啊，因为它里面有辣椒。来，我们去炒一个香肠哦，待会拿个一斤装给你们看一下吧。来，不辣的都在一个连接上，都在一个连接。我现在要炒个香肠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炒的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炒香肠我一般都要先煮一下下，你们也可以煮也可以不用煮。一般香肠买到家洗干净的话呢，水煮的话呢是煮20分钟就熟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这个锅里面这根估计熟了啊，我们把它捞出来啊，这根熟了，这根熟了，刚刚那个还不够熟透，这个熟了，家们，这个就是熟了啊。今天炒盐味的好吧，我给你们看个一斤装的啊，拍不了啊，哦，有些地方不能发货，家们，感谢关注啊。来，这个就是一斤装的，家们啊，这个是一斤装的，看没有，一斤装啊，这个是原味一斤装，这个是麻辣一斤装啊，买一斤一般在2根多到3根左右，再上点哦，是没有了是吧？没有，哦，拍完了，家们，哦，拍完体验价了，拍完体验价了，没有了啊，可以右姐，可以备注吗？可以右姐啊，叫客服给你备注啊，
哎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拍完了，家们，我没注意看。活动价上完了，活动价都拍完了，家们。恢复日常价了，家们。因为这款香肠日常价就是卖78的啊，因为它前部是缠肉罐的，它费时间、费精力，而且很费肉啊，要里面要罐好多肉。